然后再去我是在真爱来这个团体上升团体讲哦，因为我感觉这个是最得老爹的这个团体，因为通常我来伫中者的小组是在中者的团体讲哦，大家无要讲话所以我真感谢主高兰牧师甲朱丽姊的邀请哦，今仔日有机会通伫遮。可以头先我用一个故事来开始。伫1519年哦，就是1519年2月19日，西班牙有一位探险家哦，就是 explorer， 伊个名叫 Hernando Cortés。这个 Hernando Cortés 哦，伫1519年，伊带着663位个兵士。甲跩水手就是 sailors 哦，因坐11只船，过这个大西洋哦，就是 Atlantic Ocean， 要过去来征服，还是来占这个墨西哥？当时哦，墨西哥跩土著的人口大概是有500万人。5 million 哦，你知呐？这个墨西哥的 population， 所以恁想想哦，500万的跩墨西哥的人，要对 Hernando Cortés 伊的军队哦，只有664位，所以款胜利的可能性 ，the odds of victory 哦是7530:1。Okay, 7,530:1 哦。伫 Cortés 以前哦，有两摆西班牙有派探险队，啊是去墨西哥哦，想要建立一个定居的地点，但是拢无成功哦，拢失败。但是这个 Hernando Cortés 哦，伊却有法通。征服不但啊墨西哥征服了南美洲大部分的地区he was able to conquer not only Mexico but also the entire South American continent. So 什么无同啊 ？Cortés 做了什么？那以前这个两个探险队无相同的所在是什么啊？无相同的所在是当这个 Hernando Cortés 哦，伊到墨西哥后，伊就命令哦，伊的手下就是伊跩兵士哦，将所有因11只船哦，给烧杀，给隆重哦，11只船完全的给烧杀哦。所以当伊跩兵士甲水手看到因的船哦，因跩坐的船。隆重底下咧烧的时哦，甚至沉落伫水底哦，因就底下知影还是认清哦，那撤退已经唔是一个选择 ，retreat was not an option anymore。所以对于从那开始哦，因就无有回头的路 ，there is no turning back from that point on。虽然因拄到的条件真多哦，但是因为因知影无退路咯，所以因就伫遐冒险，因就伫遐来完全的投入。我相信咱拢知影小事哦，伊是叫做咱讲我已经决定要跟底耶稣无个再回头，无个再回头，但是咱。最基督徒我相信当耶稣当咱跟随耶稣的时咱就的确地啊完全的投入哦，未做过回头。OK， 这是我爱问
咱中间想要把起调整，给咱想要把起调个心哦，调整。OK， 请可能牧师注意跩人哦，恁个。有啦，聊起来了。聊起来 ，OK。聊个教训，无？OK。我是要，我是要请因陪我去啊。我唔客气，即请你陪我去。OK。是咯，啲唐牧师冇啲咧。OK， 我唔捌去到，我唔捌话教哦，我唔捌去教经，但是这个是事实啊。OK， 但是我爱看人咧跋哦，因为特别怀疑咧跋诶人诶表情哦。有阵啊，因个面哦，无任何个表情，所以咱唔知影看伊到底咧赢是些输哦。但是忽然间伊讲，哇，伊赢哦！我相信跋筊个理念哦，真简单。写书你勒真确定你已经咧赢了哦，你会做啥物啊？你勒确定你会赢哦，你会做啥物啊？你会将所有你的钱哦，来拢拨落去，咁是拢给跌落去哦。咱甚至有人哦，将因个厝地，将因个车，甚至将因个太太哦，拢给跌落去哦。这个跋筊的人来安尼做哦，意思是讲什么啊？意思是讲伊。完全的投入，其英文咱是叫做 all in 哦。你若咧看在咧跋筊的，因为讲 all in 就是将两种第一年桌顶的块 chips 哦，给投入哦，给跌落去。但若这个人会完全的投入吧，因为伊真正确定哦，伊最终所要赢来的哦，会比伊所跌落去的。更加多 OK， 这个就是圣经的譬喻哦。圣经有一个譬喻，是关于一个人，伊发现哦有一个真值钱的珍珠，伊就做了什么啊？伊就将伊一切所有的来卖了，为着买来买一个宝贵的珍珠。我相信咱生命中，咱大家。咱已经买到了咱最重要的物件哦，那是最重要，就是耶稣基督。OK， 咱大家有耶稣基督哦，但是是毋是咱愿意放弃一切来跟随伊 ？OK， 是毋是咱愿意完全的投入啊 ？All in， 伫咱的伫咱跟随耶稣的时哦 ，We are all in。咱逐摆唱首诗哦 ，I'd rather have Jesus， 我宁可有耶稣赢过一切。但是常常哦，咱生活中是相反的哦，真侪基督徒因底下无愿意完全的投入因来到礼拜哦礼拜应该就。无落雨，还是有人载，还是着OK， 着无甲伊咧看怀个人的未来有冲突哦。OK， 伊则要来伊则要来聚会哦。什么意思啊？你咱完全的投入，完全的投入到底是什么款呢？您刚才捌听到这个故事咯，这个是 Charles Blondin， Charles Blondin 是法国一个出名诶，咧行竞速诶哦 ，Tightrope Walker 哦，伊是咧行竞速诶。伫1860年诶时阵，伊是第一位哦，第一个人用竞速哦来行过。
Niagara Falls 哦。但是每一摆啊，伊行过这个 Falls 时哦，伊不但安尼行过去哦，也创一寡真大胆的一寡动作哦。OK， 有一摆用伊坐脚踏车哦，安尼个竞速过去哦，然后过一摆，伊伫竞速个中头哦，伫遐指食，甚至讲安遐食哦，所以匆匆一寡跩跩 stand 哦，第一摆伊要将一个满有八级哦 ，potatoes， OK， 满有八级的车哦，要将伊给渡过去，这个竞速哦。但是伊咧渡的时哦，伊就底下问位观众，伊讲：恁相信我要将跩不跩八级给渡过去，也无干扰一粒啵，无干扰一粒八级。怀人众哦，怀人群就伫遐真热情诶，伫遐发哦。阮相信，阮相信，因为你是世界最伟大诶行竞速诶人啊，确实的。OK， 伦敦就伫遐成功诶最高哦。但是伊个一摆问怀观众，伊讲恁相信我会通将我通载一个人对这个竞速咧过去无？过一摆怀人群哦，伫遐大声发哦，因同意个讲哦，阮相信，阮相信，因为你是最伟大个，所以这个伦敦哦，就伫遐话去问伊个发最第大声发最第剧烈的人哦，伊就遐问伊讲先生啊，你是毋是相信我有通接载一个人经过这个竞速？那个人就在那里大声地说哦，我相信，我相信。OK， 伦敦就跟他说，请你上车。OK， 请你上车。他说了的时候哦，发生什么？那个人就在那里消失了，那个人就在那里没出现了。我相信这个情况哦，甲咱做基督徒诶真相同哦，甚至这个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诶情况。当耶稣挑战伊怀群底食诶时哦，看因相信伊无？伊怀群底食，大家讲哦，阮相信你，阮相信你。但是当耶稣伫遐邀请因完全诶投入诶时阵，完全诶付出诶时阵，因就伫遐消失咯，因就伫遐无去咯。我爱咱记得一句话哦，伊讲：耶稣耶稣毋是万主之主，安尼耶稣本都毋是主。OK， 我讲一摆哦，耶稣耶稣耶稣毋是万主之主哦，安尼耶稣本都毋是主。OK， 伫路加福音第九章。耶稣甲咱讲哦，要做什么款的物件，咱才有通完全的投入群体。OK， 咱要做三项什么物件哦，咱才有通伫遐完全的投入群体。耶稣，恁会做伫恁的所在甲我相合读哦。虽然恁 mute 咧恁会做甲我相合读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六三节哦。总耶稣佫对众人讲：，耶稣有人愿意跟随我，就着舍己，逐日背起伊个十字架来跟随我。OK， 所以咱遮有看到三项，咱应该着做哦。咱要完全个投入来跟随耶稣。第一，就是着舍己哦，就是着放弃家己。放弃家己什么意思？放弃家己甲否定家己无相同哦。Denying yourself and self-denial
are two different things. 求恁家己是你对任何诶做物件啊，还是食物哦，你无去食，还是无去做哦。但是啊，下机咧，下机是自我放弃，给自我放弃，放弃家己哦，就是放弃你家己嘅控制，给放弃你家己嘅控制。So deny yourself is basically yielding control of yourself, yielding control of yourself.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哦，因为咱人哦，咱无爱失去控制哦。啊，咱爱伫啊，坐伫个司机诶座位顶哦。We want to be in the driver's seat always. Okay, 我互恁一个譬喻哦，刚才恁捌恁中间捌有人教恁诶囡仔。换车哦，我会记得顶摆阮老爸伊也有教我换车。OK， 因为你也要换车，所以你无爱放那个那个司机的座位哦，那个 driver seat 给别人哦。所以每一摆咧咧教我的时候，伊伫遐直直发哦，伊讲哦，着较慢咧，着较紧咧，着较哎。有阵啊，我会讲，哦，你家己去看啦 ，OK？ 通常因为咱无爱失去个控制哦，咱爱伫个 driver seat 哦。但是，嘿，咱知影袂做两个人哦，丧失坐伫个 driver seat 哦，袂做两个人丧失坐伫个司机个座位哦。袂做一个人伫遐搭 gas， 一个人伫遐搭 break 哦，啊，袂做你安尼哦。所以咱若讲袂做一个人，袂做两个人坐伫遐哦。OK， 那是你坐伫个位咧，安尼讲耶稣都无伫个位咧，咁是 OK， 只那你还是只那耶稣一个人哦一时我通坐伫个位咧哦，所以上官伫咱心内诶宝座顶面哦，只那一个人我通坐伫遐哦，耶稣咧是你坐伫宝座顶，耶稣伫倒落啊，耶稣就是伫十二架咧哦，一定伫十二架咧，但是假使咧你那是耶稣坐伫个宝座顶哦，你伫倒落啊 ？OK， 你伫十二架咧哦。OK， 今伊讲着 die to yourself， 我说了，其实 die to yourself， 因为耶稣咧伫遐控制，耶稣咧坐伫个司机个座位哦。你讲你就得应该着顶伫个十二架啊。OK。这句话哦，但是主这句话什么不对啊？但是哦，但是甲主啊哦，这两字哦，这两句哦，永远会做一对哦。因为你若讲主哦，只那一字，我通伫伊个头前是啥物啊？是啊，主 ，OK， 是啊，主 ，OK。耶稣在跟伊个群底遮讲哦，伊讲你为什么叫我主，但你无照我所讲的去做哦。咱常常讲主哦，但是咱讲唔是，也是无买哦。主是主人，你要做主人哦。你无通对你的主人讲无买哦，你无通对你的主人讲唔哦。所以你的主人就讲你去洗衫，你讲无买；你去浴刀无买；你去清扫无买。OK， 所以谁是主人啊 ？OK， 唔是你的主人咯，是你的主人。因为你每项无买哦，相款哦，
耶稣叫咱要创什么，要读圣经，要去礼拜 ，OK？ 咱若逐摆讲无要，所以到底谁啊是主，谁啊是本地者？真侪基督徒，因想说因个本地耶稣，其实，事实都是因都邀请耶稣来本地因咯。耶稣伫个乘客个位个，是个 passenger seat 咯。譬如 ，OK， 咱逐摆讲叫咱有问题咯，咱会请耶稣来帮助。咱若有破病，请耶稣来医治。给咱生理了问题，请耶稣来解决。OK， 所以你是咧请耶稣来侍奉你哦，来管地你。所以我这次爱问咱兄弟姊妹，在你的生活中是谁啊？咧管地谁啊？谁啊？咧管地谁啊？其实咱呐，下机哦，意思是讲，咱要放弃咱家己哦，就是放弃那个控制哦，和耶稣来控制咱的生命。第二，伊讲什么啊？咱逐日要背起咱的十字架。在耶稣的时代，一个人第时会背起伊的十字架。When do you carry your cross？你要背起十字架哦，意思是讲，你要让人顶十字架哦。你咧将你的十字架背起，你的十字架咧要顶咧哦，顶死哦。所以你要背十字架哦，伫圣经是代表死亡 ，OK， 是代表死亡哦。所以耶稣到底是咧叫咱什么款的死亡？伊讲。八十二个哦，就是将咱的自我、咱家己的跩欲望，咱家己的跩目标，咱家己的跩野心哦，拢给埋葬。OK， 咱跩自我、跩家己的跩目标、家己的跩欲望哦，拢就死哦。OK。要伊讲，这个是逐日要做诶一个物件哦，逐日要做一个决定，是选择。咱逐日要选择来互咱家己、咱家己诶自我啊，做家己诶目标啊，该埋葬哦，会死哦。耶稣走通伫咱生命做工哦，可能像一杯水哦，一杯水你来个一杯水甜哦，你无法通添别新诶水哦。你先将个水给变色哦，你才有通天神的水。相反，你当咱着先放弃咱家己哦，耶稣才有通伫咱心内也来活哦。所以爱问恁，咱是毋是为家己来舍己来放下咱所有的自我？是咱自己是咧为咱家己来活。刷落去 ，OK， 刷落去。第三哦，伊讲逐日背起你十字架，然后滚地我 ，OK， 滚地我，滚地到底什么意思？滚地毋是你伫。一个人的后面，不是意思讲你伫一个人的后面哦，乃是你完全会顺服迄个人的权威哦。就是迄个人若要去正边，你就跟去正边；迄个人若要去倒边，你就跟去倒边哦。军队就是完全的降服 ，OK， 完全的献上咱家己哦。咱常常有一个错，唔对诶观点哦。其实咱若讲到幸福哦，咱想到幸福就是着，
一个唔对嘅观点是讲，咱若讲幸福是讲输哦，you are giving up your rights 哦。但是其实幸福个唔是安尼款嘅意思哦。幸福 ，OK， 是头先我讲到咯，恁是完全嘅顺服一个人诶。权威有权威 ，OK？ 啊，我予恁一个譬如哦，咱常常讲，咱愿意将咱的点睛献上予上帝。咱常常讲，咱爱将咱的钱财奉献予上帝哦，奉献伫伊的祭坛顶。但是有阵啊，咱讲。咱将咱的钱财也是点睛给献伫个祭坛顶，但是咱献那个钱了的时，咱会讲啊，但是我着留淡薄给我的子女哦，因为未来，啊是我着留淡薄给我家己哦，我来留咯。第一，所以咱多将遮钱哦，多给收回，然后咱奉献咱的点睛有时阵咱会讲。但是我要去虾饼酸的，今仔都要看跩电视酸的，咱下摆呢人，所以咱会将跩点睛哦都给收回。相反哦，有阵啊咱奉献咱的银啊，但是咱讲但是望我大囝啊，大我大囝要帮衬我生理啊，望这个二囝啊，这个第二囝伊要做医生 ，OK， 所以咱都将咱跩奉献的哦都给。收回哦，所以什么放伫个这段顶咯？什么放伫这段顶啊？无半项咯，因为你都该收回哦。因为安尼哦，使徒保罗在伫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个人讲哦，咱着以上帝的灵主哦，肯定我以上帝的灵主肯定。要将身体献上哦，要将身体献上。所以，个人讲哦，咱着幸福是咩？伊无叫咱幸福，咱个点睛哦，伊无叫咱幸福，咱个金钱哦。伊讲幸福，你家己哦，是你个规个身体哦，因为你来将你规个家己个起来个这大顶哦，是包括你个金钱。你的点睛，你的银啊，包括一切咯，甚至包括你的问题，你的失败哦。常常咱啊祈祷的时阵哦，咱祈祷了哦，咱都将咱的问题哦给打理哦，都给未来给打理哦。这个唔是完全的幸福哦，完全的幸福就是伊拉交乎上帝哦，献乎上帝，就是上帝的咯，伊无个多给未来。请注意哦，伊只讲真多活的祭 ，OK， 活的祭哦，伫古约的时阵，那献祭或献祭的动物是啥物啊？是活的，是死的，是死的哦。因为你若是活的哦，迄个物件、迄个羊啊，是迄样的哦，会倒跳落来哦，对迄个祭坛顶。相反哦，只伊讲咱是活祭哦 ，OK， 咱献咱家己，咱是活祭，所以因为咱是活祭哦，有时阵哦，咱会想要倒对迄个祭坛顶落来哦 ，OK， 是倒收回咱所奉献的。所以今上使徒保罗直接讲哦，咱着逐日伫遐献哦，伊用的即个献上哦。Actually 是一个 progressive 哦，是逐日你着做哦。因为逐日你每一摆着将你家己、你所有诶、你诶钱财、你诶点睛哦，伫遐幸福互上帝。OK， 因为有时阵哦，你会想要倒落来哦。OK， 伫圣经哦，这个幸福哦，毋是有一个 negative 诶观点哦。幸福的意思不是失败，而是导航哦。幸福的意思是
安息。OK， 幸福嘅意思是安息。我给恁一个譬如哦，有阵啊，你囡仔细汉的时，你来教伊佚佗，你会将伊个拖累，然后你会起起来，给弹起空中哦，给弹起空中，你这个接哦，你这个接 ，OK， 你囡仔，你来每一摆创安尼时，伊真欢喜哦，甚至伊辛苦，因为伊辛苦你哦，你是伊爸母，所以伊知影你跌脚底啊要注意哦。但是，那假使一个清采人哦，去将你个囡仔给掠来，然后给掀起去空中，你个囡仔会感觉什么啊？你个囡仔会感觉遐惊哦，因为伊唔捌这个人哦。Okay， 所以相反的意思哦，咱幸福的时哦。咱啊，因为咱明白咱的上帝是信实的哦。加一加讲什么 ？In view of God's mercy 哦，以上帝的慈爱，以上帝的信实，因为咱知影上帝是信实的哦，因为咱知影上帝是满有慈爱的，所以咱有法通底下信靠伊哦，咱就底下安伊遐得到安息哦。所以上官哦，叫伊囡仔，咱知影上帝的确底下会接咱哦。所以完全的幸福的秘诀是什么？完全幸福的秘诀是咱知影上帝是啥啊？即是咱知影上帝是啥啊 ？OK， 所以咱就是底下幸福就是。咱伫遐安息伫上帝圣洁的内面哦，因为咱捌上帝是啥啊？是信实的，是有通话靠的哦。咱就伫遐完全的幸福伊的身上。OK， 我用一个来结束哦，一个故事。伫19世纪哦，有一群的传教士哦，一群的传教士因是叫做。单向的传教士 ，OK，one way missionary， 这群的传教士是叫做单向的传教士哦。但是叫做安尼啊，因为因要去到因的宣道的工厂哦，因要去到因宣道的工厂，因就伫遐买了一份单程的票。Okay, in boy boy ge hui tiang appeal. They only buy the ticket going. They won't buy the return ticket. One way lang in a ticket. Okay. Then out in a sako in hui, it's a mi kiao. In msiketi king di siu leo. In msiketi hui luggage leo.因是客地观察 ，OK， 所以因为因一切所有的物件，因是客地观察。干那钱呢？安尼做啊？干那钱？因钱呢？买一个 one way 的 ticket 哦，甚至客因物件客地观察，因为因知影哦，因啊出发的时哦，因已经咧给因所听的人所知影一切哦。拢伫啊告别咯，因知影，因有可能未过多回来，因无有回头的路。There is no turning back. Okay, there is no turning back. 其中一位这个传教士哦，这个 one way missionary 也是这个 A.W. Milne，A.W. Milne 哦，伊去到南太平洋哦。Southern Pacific 的这个群岛叫做 New Hebrides， 这个 New Hebrides 的群岛为人哦，是太人头的土族 ，Okay， they are headhunters 哦，为去到的为每一位的传教士哦，拢底下互因杀死 ，Okay， 无一个话哦拢杀死，但是 Milne 无惊哦，因为已经。
社区已经放弃家己了，伊甚至伊观察已经伫遐准备好了，伊将家己珍贵的生命哦，就伫遐献乎上帝。刷落去35年哦，伊一直生活伫迄个部落的中间，伫遐听因，伫遐侍奉因。当伊死了的时候，等伊离开世间的时候，怀伯洛的圣灵哦，将伊埋葬伫迄个乡村的中央，并且伫伊的墓牌的顶面哦，伊的墓牌的顶面刻了一句话哦，讲当伊来的时阵无光明，当伊离开的时阵无黑暗。这个就是一个完全投入、完全降服上帝的仆人的一生哦。伊完全底下舍己哦，完全底下放弃家己，完全底下献上给上帝。所以这个是我对恁每一位的心愿哦。但愿咱亲像安尼哦。底下我穿的生活，我通个三项物件，啥物？放弃家己，舍己哦，然后逐日就好一个自我死哦，然后底下献上家己完全的降服伫上帝面前。嘿，咱来做一个结束的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阮所侍奉的主是值得阮侍奉，愿主伫遐帮助阮每一位，我通真正的伫遐，我通舍己，我通互阮家己的自我，家己的遮志愿，我通伫遐死，然后伫遐完全的幸福伫上帝面前，愿主继续伫遐。祝福这个团体，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